第十四题，交响乐团即将开始演奏时，首席小提琴演奏者通常会拉一个音，让其他乐器跟着校准。请问此动作主要校准的是声音的何项要素？我们拉一个音，让其他的校准，让我们的哆来咪发是对的。哆来咪发就是音阶，也就是频率的高低，也就是所谓的音调。所以第十四题问我们说，请问此动作主要校准的是声音的何项要素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音调。